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他竟然要我插了电，他才愿意开，真好笑。啊，那边好像也很长吧？你看得到？刚刚一波一波的。这边呢、啊，不要再热了。这边到那边，这边都已经上去了，而且那边有盖子，看不到东西。我们这次还是坐这边好了。大摇大摆，走到前面，你先穿过去啊！四个一起上就算了，如果是四个一起上那也就算了。啊，站位是站了四个，摸什么？お進みください。お進みください。
应该还好，那些人都上去了。即使在下车时，那如果他们昨天有习惯了，现在真的是练习学到哈，上课都在这边，很多人。一上去往左边走，右边就只能回这个缆车了。下巴路。我现在眼睛努力的凉快。眼睛好凉啊！你是开着的哦，你有戴隐形眼镜，你觉得你好漂亮。隐形眼镜也有抗 UV 呢。不是抗 UV， 是干。啊，这干倒是不会。你知道，我开始滑雪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戴隐形眼镜。不会干，因为眼睛只会冷，冷的话脸内会流更多，所以。哦，停了，一次，有停吗？是慢速。就滑一趟去隔壁。滑一趟去隔壁还是去？滑一趟就可以去隔壁啦。坐隔壁的车还是去隔壁的山？隔壁的山。哦，去隔壁的。这个没有必要滑两次吧？哦、OK。上面有个人滑下来，最上面。而且他插进松雪里，插一下也爽。哇，那些爬上去滑这个。超别山的人是又走路下去的，可以吧？但是走很少。为什么走很少？他可以从一半开始上去，不是从最下面开始上去。又慢了，又慢了。Two。第二次。小动物吗？没有。啊，预报又错了。好消息是比较轻，坏消息是雪更少，也不是更少，就是没有补新的。昨天晚上有下、昨天晚上有下啊。在泡温泉的时候。啊，我那边没有，完全没有感觉。我有观察很久，真的有下。没有啊，一点点都没有啊。有，我就是有扫到什么吗？就一片而已嘛。遇到了一个很冰的东西，我才。觉得怪怪的。我有往上看，全部都只有那个温泉的水蒸气。稀里糊涂。今天的目标就是去做。那你这样子，那我就要去下那个黑的啦。不是。我看一下，你转向我。我有带路，你有带路。不是，不一样。我不是说有个神秘的逆向红，对，万一错过的话，就顶多再做一次那什么，右边那个 center 缆车，第二高的那个。那是第二高吗？其实就是过来以后，搞不清楚。其实不知道，我看那个雪道的，感觉让我想到什么。也没有吧。奇怪，我们有滑过这里吗？我昨天就从这里下来。一点都不觉得我这么陡。昨天滑的时候。没有啊，你转一个圈就休息了，转一个圈就休息。我还问你说，你为什么一直下？我就想休息一下这样。虽然没有很累，但是觉得再滑下去会累，所以就休息。我要戴眼镜哦。你要往哪个方向？好啊。我要戴眼镜。
我有一个蠢的事情了，这个雪镜跟这个帽子不搭，那高的地方刚好是我夹的地方啊。嗯，那这样怎么办？这样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啊？当然的。嗯。塞是塞得进去，会歪一边，好吧，我把它拉紧好了，拉紧就好了。让我整理一下。右边收紧。嗯。右边收紧，不，我要收紧左边。收紧左边。嗯，我要收紧右边。这样，收紧右边带子罩住，这样可以吧？就各一个嘛，人多就不管了。我只是要拍山。你是正后方的山还是右边的山？啊？有。好了，等一下。你要换方向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都好了？看着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后再看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椅子。哎，要不要再坐一个椅子啊？在那里啊？这里去了。有人的棒棒掉了，小棒棒。其实没有很勤欸，就是太阳可能又被乌云挡住了。
抖抖的哦。好像也被刮的差不多啦，这里面。该不会这边上来之后黑吧？该不会这里可以看到山后面吧？搞不好可以看到羊蹄吧？就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山顶啊。大树林欸，大树林，间隔超大的树林。没有，不追求。我姐，我想起来，我没带雨伞，因为没那么冷，要带。没有，这里就是冷，它顶到一分钟就不行了吧？这边其实是围起来不行的呢。哦，哎，在哪里？哎，有啊，有哎，嗯，没有怎么办啊？看到了，知道现在很轻，赶快冲啊！走啦，走啦。好啊，哎呀，上面没有云呢。到底是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右边好像比较窄。对啊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是什么 level。好了，合家欢。他们是人等人还是怎样？
昨天下的大概就这么薄吧，薄薄一层而已啊。这里该不会一过来是黑的吧？不知道啊。咦，人家来了我们就来了，这样。我是觉得我们看到的那个斜斜坡就是这个吧，就回去了，这样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阿寿，就这个坡。唉，感觉跟 family 上段差不多。不是，他在看而已。很犹豫哎。是啊。好好好，你要抓时间哈。我要是我先下还是你先下？嗯。你下了会卡在中间吗？会吧。我下我也可能会卡在中间，我无法决定。不用录啊！啊？你在录我的蠢样吗？因为每次你在写，然后明明就两个人，就是会卡的人就是你。是啊。那你刚干嘛先讲说啊？你会卡一些音乐？我说你会吗？你不会的话，你先下。不会啊。对啊，那就你先下。我的话。就是有一点酸，一点点。接着要往右边哦，要往右挤。哎，那个像房子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的右边吧。啊？走，赶快走，不然太你都不知道你左边要走。不知道啊。
边在哪？广东啦开了、欸，广东啦。不，我看错，往右，往右。看到那个门就是，那今天拍一下门吧。好，那就走吧。难得的又太阳又出来了，昨天省略了这个门。啊？好啊。你说走？看你要不要滑到下面才脱？应该够吧。你是说只拍门不拍人吗？你要拍人哦。好，就在这，停在这就好了。威斯汀、刘寿都跟缆车来了，人是一片漆黑啊。看看 Google 的威力了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来来来了啊！不含太阳的，看会不会亮一点。啊，算了，变一倍就好了。好，收工。你说什么？我手痛啊！我也滑来了。一休一休。直接做两段。勾到了，装上去，二就是我现在刚好维持一个正常比例，就是一来又不会起雾，二来又它一步要飞走的样子，因为在抖没，所以我觉得我既然维持了这个比例，我就不要再拖货船了。不是，我线有点卡，不是跟帽子有点眼镜有点不顺。为什么 ？SD 卡 error。Again。把电拔掉。好。过一阵插进去。好。那只是一时阿达吧。我看，好的。他还说还有六个小时。两只乌鸦在闹。迪卡侬的什么？直接订的什么？
姐问我裤子啦。哦，你在回话。既然还北海道。嗯，幸好选对位置了。好，幸好我直接寄来。我没有想到。那时候我就想一想，然后那定了我都很爽。嗯，这次好主意。还有内层裤。所以你明天要让内层裤上场了。当然啦、啊，就试试看它的成果如何啊。你这个原来就是嫌太紧啊。太松。嫌太松，我讲反。而且毛球太多。哎、欸，刚你那样看分得出，分得出你的跟我的吗？我说现在。其实分不太出来，但是你一直说是我。没差，现在就是两个有毛球的，就是我的。废话，新的跟旧的款式不一样，当然分得出来。我刚刚说分得出来分不出来，就是问说款式分得出来分不出来。有松松的。所以昨天全部下的大概一公分厚还是两公分厚？就很小啦。对呀、啊。又有多少？2404。会的呀。嗯。结果连初一四这招都不行了，现在初一四还有招。也没有提早嘞，现在太阳又被挡起来了。啊，不是太阳，太阳，你不觉得现在都没有太阳晒着吗？完蛋了，等我们爬上去有太阳。不一定，搞不好太阳出来才会造成雾气，也不一定。也没有什么完蛋的。总之就是刚刚有看到它是清楚的，有个机会，接着看。觉得冷冷的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这个里面真的有羽毛哦。等我以为他骗人的。他真的是睡袋啊。睡袋就是要保暖。我就给他直接洗了哎、欸。哦。我是说我用普通的洗剂。你是说羽毛竟然用水洗？不过羽毛、哦、你们好像本来就要用水洗。因为羽毛洗剂有没有特别挑？应该要挑，因为羽毛一厉害的就是上面有一些许油脂，所以才会防水。不过它本身好像还不用，因为还要再做一段。还有一段，对啊。先挂一个。它现在正常吗？正常啊。我先戴上。那里有太阳、啊。我们这里没太阳。我们这里这一团遮住了，这一团在头顶上。所以就是有云跟，但是云不是百分之百，所以预报是预报的这样。哎、欸，是太阳形山底吗？你看到了。看到了、啊，你看到的不是吗？那是云还是阳底山底？阳底山底加云。哦，那等一下，那个我们一下来那个红线那里就会看到它了，就可以拍一下。而且它比较亮，我这时候我们没有被太阳晒到，反而是好处，因为只有它会发亮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对、嗯、啊，不错呢，你终于看到了。如果能在西山山顶看就好了，但是它根本没挂缆车。没有啊，哦，对，我刚刚看那个四人椅，我以为是缆车，还在那边得意的大叫，结果，因为他不就说 JQ 艇吗？应该就是艇了吧。这里应该人很少吧。一堆车，你觉得呢？你想想看哦，千辛万苦自己开车过来，然后拉行李要走去哪？是啊。对啊，停在这以后嘞，只是来滑雪吗？还是怎样？玩的。啊，只是滑雪的话，要走去哪边？后面吗？后面已经到了。到了。
哦，所以这是滑雪的停车场。哎、欸，掉了！哎呀，你要绑好。啊，还不够紧哦。那这一边呢？待会在车上知道。因为我的手都是在抓的，这样子，现在才发现，等一下抓紧它。我的杖为什么会磨这么厉害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就是磨得这么厉害，我的也磨得很厉害。现在弄一下，然后说哈哈，走，你去排队，你去排队。这下子有点问题。为什么你的会整？我觉得我的是说快掉快掉快掉，那时候差一点被我发现，然后就还好。还是我弄的方法是错的。我看一下。因为我跟之前用法是一样的，但是这样好像松松的。我想一下。不对啊，错了吧？这样子吧。怎样子？我试试看，我看看我这样扯它会不会掉。
想一下。好，哎、欸，我那我不会掉啊，我那你的刚扯都会掉哎、欸。等一下我看你，你是我这样扯不会掉，但是它我的掉都是它松然后就掉。换个方向弄嘛。这样，我的又叫了。对。好烦哦、喔，我明天要给你换机器，我不要用这台。你可以现在换了。现在给你换机器。你弄什么？现在给你换机器方便吗？里面弄出去，就。先往前凹，哎、欸，还是不行哎、欸，手还是很脏。好，不要扭，不要扭。我试试看，不是戴着手套。反正现在可以往下凹，所以还好。咦，还是不行哎、欸。嗯。咦，不行不行。就是我也不知道，也不是我扭的。我力气没那么大，我手力气很多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又开错边了。他们，我忘记从哪边开，这边掰开。滑动吗？好了，先这样，先往前倒。看你是要换卡还是？